是扫小龙啊，热茶来9:21，吃饭。先站在这里让它凉一下，没有太高。你看我呼都有气跑出来，你有气跑出来吗？哦，有。那我嘞？我自己看得到，我看不到你。气跑出来就还不错。小气走。走多远啊？挡住别人前面，然后又不想太中间。我们这边应该已经是路边了吧？因为雪很松，应该没有人要这样滑，卡住。有洞哦，啊，我有洞哦，哪里有洞？脸颊上有洞。来，你的没有？我刚摸了一下。哦，那你的没有？我应该是没有，我们刚摸没有别的东西。声音不对，好，现在可以安全。
边一直下来。啊，就黑的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下半红黑这样子。它那个黑，我觉得是斜度黑。他有说他都极斜面。是有斜度的黑。但是我觉得啊。但是可能。唯一的问题是推过去那边有点黑。哪里推？哦。下车后往右转，有点累。哎呀、啊，不知道怎样可以快一点。还是我们直接去左边？不要，左边很乱，我宁愿练这个。好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对，而且也想要试试看、嗯，看看这里的黑，这里的黑有多黑。应该我觉得就跟圈片差不多吧。应该雪太多了的，说不定很难滑。所以我就摔死了。这应该有压过的。不要了哦。这个面应该是压过的黑，它只是有斜度。那还好啊，其实都是眼睛看还好，眼睛看有点可怕，但是近看又还好。站在上面的时候就还好。重点是有人做45度的吗？有啊。啊，也、欸、不对，是38吧？我说45哎、欸。38就已经很多人摔下来了，45应该不大行吧？对啊，所以我问说有人做到45的斜度的山？我不知道，外国不是有那种两个双钻石的黑，还是有三个钻石的黑？什么叫钻石？就是难度啊！你看这里黑线它只有一颗，然后我看两颗或三颗，差不多就差不多那样吧。我的拉链都拉好了哈。有吧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刚才坐第一个缆车，我的拉链是没拿的、欸。你很热、啊？不是，是忘记的、啊。你也不会帮我看一下、啊。你拿个没拉？这很正面大外套的没拉。完全吗？对啊，完全就只要到这而已啊，就是平常的高度，因为要散热，就不太拉太高。我出来忘记了、啊。你就急着上缆车跑掉了。我没有急啊。有你那你自己回去到时候看。影片，你看你那有多急，车子都快要撞到你的脚了，你还硬要去载他前面，我想你在干什么啊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这里的缆车慢到不行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很慢呐、啊。”然后就跑掉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让别人的工作人员看到，说顺便会为了你把缆车停下来，你就造成人家麻烦。嗯。你懂吗、嗯？我就觉得你不用卡那一台吧，是有差你。是没差，我只是觉得。对啊，你说你在卡，你在卡什么？你自己回去看，我眼睛看到的你有多急，就缆车已经大概只剩5公分就要撞到你的脚了。这样虽然撞到不会痛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个控制的人到时候为了你停下来，你不觉得被运停下来很烦吗？不要制造人家麻烦。他还要广播说我们停下来了，然后的台灯说我们要开始动，你看看人家多说两句话，麻烦。这下轮到我起雾了。你帽你的口罩塞太里面了啦、嗯！我现在就看到你的口罩整个都在你的眼镜里。嗯，做错的电视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跟你讲啊。啊，你刚刚有讲吗？我一开始出来在检查、啊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跑进去，整个在里面。不是，刚刚讲的是说你要不要喷，就叫你两个人弄就一起弄，你不会。到时候你来到又要去餐厅躲起来弄啊，在外面很难弄、欸，一边下一边飘。想上团体课哎、欸，你请那种一两个小时的教练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想要跟教练学习的？没有，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练好？应该说之前教过的都没有练到最好。那是我不记得了。袋子是干嘛？
前状况的话，我是不要加深路就 OK。我就要一路冲过去就对了。来了，又要走了，又要走了，又要走了。要不我也到了，就这里太费力了点。我走在你后面，不要长得这样子。
照着你的大弯月很慢。膝休めないと私は遅いです
的脚会很坚定。哈，因为它厚厚的雪，让你不会觉得你下面那只脚会侧滑。很稳定。那就再多来一次。好啊。
擦棒棒。力比较大，
很挡路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你又没看到其他人。刚刚有别人啊。超大了。超大弯，我觉得太挡路了。没有啊，没挡路，没人啊。而且其实严格讲也不是超大弯，我只是横滑出去而已。啊，就是横在中间就比较挡路没。跟在我后面啊！嗯、哦，这样对我来讲也是练习，而且我可以专心头对着你，不管下面的雪，嗯，让身体自然去顺应各种状况。嗯，哎、欸，你要跟着我，走、嗯，我一直跟着啊，走。哪里要开始冲啊？啊？哪里要开始冲啊？啊？这边慢慢下。这边啊，脚酸。我说，想到前面大家滑就脚酸，但要冲过去又冲不过去就脚酸。哪里要冲啊？速好像不够啊。够吗？
啊，这里开始，我这里开始往下滑掉。嗯，就觉得好像还是很高就要开始冲，但带来动力又不足。多涂点辣，哇啊辣，好像没必要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只能听到狗，听不到别的。
唱经学理，就前后前后。然后幸好我身体往后顶。你在说直冲的时候吗？对对对，所以他会忽快忽慢。但是他还是冲不到，我连餐厅都冲不到啊！哎，那就是忽快忽慢又忽那个。其实我教你下的那个地方是比较不恐怖的下法，就冲力没那么多。我觉得我的脚是不是板子都要很平的，都在刹车，我不知道。哦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哟，脚弄不开。就是从左边这边下的话更陡一点，而且好像比较多人从雪道往下看右边下，所以那边好像比较没有积雪，所以可以冲比较快一点。而且我觉得冲到后来，我们是不是走到都是积雪路，所以它刹车也很厉害。对啊，雪会让我变慢。不然就挑，等一下挑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这次要不要去试那个？你说一下缆车左边那个？对啊，然后会不会下来就要吃饭？因为就不知道耗多久了。不一定啊，可能两个人都在雪里面挣扎。这次是你先下。你要哦，因为要救我。可能也没办法救不了你。不行啊，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说那个地方去不得，去不得。像我就会阻止你过来。喂，改改。急刹车。改改改。这边下腰有力气吗？这边比较好。这边的下半部。它距离比较短啊。但这个是大概哪里要开始直冲？这个现在雪是不是下很大？算下很大，现在超大。哎呀，那个自己擦一下镜头，把它抹干，这样就好了。真的，哎，我们摸错边了。有啊，
那个是 expect， 所以不是没做到，是他现在给你的目标是要做到那样，是吗？我们往下咻咻，看不到路，往下冲冲。我要怎样子才可以横着停在中间？现在对我们而言危险的事情是快到边边的还在横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减速的话顶多就在正中间横着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暂停休息。五华路是这个路吗？是啊，是这个下来这边，但是你已经看不大道了，因为被雪盖住了。没什么人滑欸，不会都很松吧？不是，滑的人都走了，他们还在下一波咧。要从右边下还是从左边下？从右边下。怎么我会腰痛痛的、啊？我自己都不懂。对，就斜切过去，然后斜切就要很注意、哦、斜超雪超厚，我就已经不知道它藏在哪里。起不来吗？不是这样，我板子还好吧？没事啊。你啊，你好，这样子哦，就是啊，稍微往前，就是身稍微，总之，因为棒棒。看来我们再跳下去就吃午餐了，应该是耗到一个小时到不了下。就下去，我不是要先走啊，你不是要救我吗？終点です。
開きます。 You are about to return in the soon。起不来啊！因为你放放壳，抽下去抽不到你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有地面吗？我在看。不是。躺一下吗？在左左脚，左脚起。不是，我要把左脚搬出来。左脚。不是不是，哦好，原来你脚都这样哦。嘿。想象错误。所以我的左脚卡在雪里面，这里，然后自己觉得很重，又起不来。啊！有一点吧，有一点吧，然后就轻轻很舒服的躺下。啊，就舒服没？哎呀！这脚本身不发力，可以慢慢跑。啊，还可以啊。好，剩下等下下去就对了。感觉都很安全。就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吧。一直叫我下去。
我的脚卡住。哎，要自己帮自己拔出来，太重太重啊，拔出来了。哦，好累啊，休息休息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可以呀、啊。脚的状态是一只脚。就是。竟然是屁股的方向。好。你很累。我还好。要再滑一次才吃饭还是先吃饭？可以滑一次啊，早上啊。再休息。还打嗝欸，其实我还打嗝欸。这个站会不会太厚？不会。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插进去，我就会摔。
对。而且我们就练到几乎都不用停下来，也不用摔倒，就是很习惯这个雪帮忙减速的感觉。好热，好热，我超热耶，你会吗？我还好，我超热，可能是我摔倒两次爬起来很累吧。哦，有可能。好热哦。好，耶，下一波吃饭。那个你上面的雪要把它清掉一下。而且你的口罩上啊，都是一滴一滴的冰块。你也是啊。嗯，我们两个都是啊。全雪场戴口罩滑雪，应该只有我们两个。应该不止吧？没有，没有看到戴口罩滑雪的，都大家都还是戴面罩。我真的觉得这样。其实面罩是贴着脸，它贴对那个湿湿的地方就也很冻僵，其实也没有很好。所以我真的很满意戴着口罩滑。也是会湿，也是有点烦，但是跟那个之前我们那个贴在嘴巴上，然后嘴巴都要冻僵的。对啊，那个时候在餐厅就一定要烤它，那现在不用，还可以直接滑。我下巴有遮着吗？有啊，有哦。嗯，那就难怪我没有下巴洞。啊，下巴洞？我昨天是下巴很冻，脸侧边已经好多了，然后就下巴洞。下巴洞，下巴洞。这一条真的有松雪蛮舒服的。嗯，我不就说吗，就可能到个 level 才行。他们四个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耶，但是那个 Tennis 真的 S 不会吗？ S 不会要怎么上下山啊？不是啊，我也飘哦。 S 不会的， S 会的意义是有办法正转反，用 S用一个吸，然后再反过来吸，两个连贯叫做会 S。那如果他是也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是严谨派的话，那有的人一直用同一个吸，同一个吸，同一个吸，你就没换方向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想看哦，正的向下，然后再对，所以他这样听起来也是在自我要求的训练，就是学。对，知道自己不会什么的人 S 要练好，就是会进步的人。然后依照我们刚的这个经验啊，胆子再大一点点的话，就会整天说要去超速里了，虽然感觉没什么意义。撞树很痛，我不要。对，我也没有要。我撞过，太痛了。我那次撞真的很痛，然后手也扭到，因为要挡树啊，然后就撞，手也扭了。啊，还要做那个抖音是怎样？就啊，知道吗？那么厉害，比乌鸦还不连贯。我在岩岳撞树。这里没什么很窄窄的联络道，就是每一个雪场的特色不一样。因为这里它自己就是一个山。因为白马的联络道小小窄窄，但是它很陡，还是很好滑。不是，是这里没什么联络道都平的样子。因为它的山势的问题，如果山势高于一种地步的话，它就要做很多联络道。就是因为假如这个山的斜度就很高，它可以开两条黑线，那剩下的人怎么办？完蛋嘛。所以两条黑线的中间可以用之字形连起来，就变绿线，然后又很而且又很有斜度。对啊，而且那个车子的路线也是这种开。
二四谷这种节适合来吗？要胆子的问题。例如说这个，我们还不会说一看就觉得恐怖不想试，那是因为我们胆子也练大一些。没有啊，其实但是你姐的胆子跟开到最小，她的胆子远比她有办法停下来的还那个，对啊。其实现在眼睛这样看，觉得这根本没什么。我们刚刚为什么还是空空空？还好啊，让这是因为那个雪一直下，把它铺得平平的，让你觉得安心啊。但是其实这个的下面也有高高低低的。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滑的感觉吗？高高低低自己会吓自己。但是这个盖住的话，反而是帮你克服那个恐惧。然后你有没有稍微用蹲马步在滑？有那种脚上上下下晃的感觉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是右边吗？还是左边？雪道有上上下下，很危险，请注意安全。搞不懂，现在有太阳出来了，这感觉。嗯。哎，怎么看不到路啊？路就在那，从这边看怎么看不到路啊？
警告不要去别边，我就想说速度自动会转过去啊。 起不来吗？然后最省力的方法，可以，他们是只有两个障碍物，那我们去旁边一点，再挡住很久。速度自动会转过去。我觉得鞋子不要拔掉，尽量把脚举，用手扳脚、啊、不要靠自己的脚，用手扳脚。我没有要拔。
板好不好？不要，你板站不起来。两个，我就担心你啊。我这边我已经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哎，不要，就怕你一个人没有来没。你不起来了你。地板会凹下去吗？好了，其实这都很多雪。你就下啊，你就下。到这里为止，我又用掉很多力气，一直在吵。嗯，还好啊，因为都会刹车啊。我用你两倍的速度，又想停下来，又不想停下来。嗯，刚刚那两次摔都是在于我又想停下来，又不想停下来，觉得心里有点怕，有点想要停下来。但是如果真的停下来的话，也不会前进不了啊。没有，如果真的要停下来的话，又要做强的动作。欸、我们。已经摸过了，你上面都是，你看我眼镜，你是旁边都是，你上面一框都是。你说眼镜还是 GoPro？ 安全帽跟安全帽就不管。走，你的那个叉的这个地方都是雪塞在上面。啊，够够。那今天之前我们要把它拍掉。嗯。对啊。因为刚刚整个头栽的关系，你要先还我先？你要先的话，你就要去河流那边。河流。还是被埋起来倒了，它现在中间比较凹。你想要我前面还是你前面？
进来啊，进来你要跟我一样转下来，谢谢。我知道有三下，两下，全身黄金肌，额头超冷，现在整个扑下去。飘进来啊，那么的，搞不清楚。
这是手套的口。翻掉，翻掉。